个点赞都给我赞一下哦。哦，还有设置通知。大家好，嘿，金妮达，金妮要今天拿。哒哒，魔法厨师玩具套装来玩一下看看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，嘎嘎。箱子里面装油，说明书、菜谱、针筒和搅拌碗、模具、刮刀、寿司帘、装饰用叶片、紫菜两张、清洁刷、冰淇淋蛋筒和冰淇淋碗、各种颜色的水宝宝。最后呢，哒哒，粉碎机也在里面。朋友们快来看 QQ 弹弹呀！金妮娜拿这些五颜六色的水宝宝来玩。用这些做什么好呢？哦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今天一起制作非常美味的食物怎么样啊？这样的话，金妮，咖喱超人好久不见。金妮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打算制作美味的食物啊。哦，刚好我肚子也饿了。哦，好饿呀。饿啦？饿了。饿了吗？我真的很饿。真的饿了吗？没错。那怎么办？给我做好吃的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肚子饿了。肚子真的很饿。那么，朋友们，我们给咖喱超人制作他想吃的怎么样啊？你今天想吃什么？披萨和寿司，还有不行，只能选一个。都给我做嘛！不行，拜托了。哎呀，朋友们，看起来咖喱超人肚子真的饿了，他想披萨和寿司都吃掉。那好吧，首先给你制作寿司吧，怎么样？耶，寿司！好，接下来拿白色的水宝宝，咻。进去之后，好，按下之前，先准备好一个空碗，转动它，转，一直转，继续转，做错了吗？你怎么失败了呀？那你来试试吧，你来转一下，看我怎么做。嘿呀！啊，这个好难啊！哎呀，你太慢了。我来转一下，咻！哇，好神奇哦！是不是很神奇？哇，好神奇哦！好，用破碎的水宝宝，首先一起制作寿司要用到的米饭吧。哇，要做得好吃一点呢。好的，再来一个，还有个紫菜，用这紫菜做好吃的鱼子军舰寿司吧。将紫菜卷好之后，往里面填上米饭吧。哦，感觉像模像样了呢。好啦，在这个状态下，放一下红色水宝宝。这是什么呀？三文鱼子。哦，三文鱼子好漂亮。完成。耶！好，完成的寿司呢？像这样进行。漂亮的摆盘哦，真的好好看。现在还不能吃，我还没做完呢。知道了，把水宝宝再次放进去。哇，好，制作金枪鱼生鱼片吧。哦，你做得好好。怎么样？哦，来，哇，真的做得好棒啊！想快点吃一口。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哦！怎么了？完成。好，那么现在既然寿司制作完成了，现在开始制作披萨吧。我喜欢披萨。喜欢披萨吗？对，芝士放多一点吧。知道啦，那样的话，用这个黄色来制作披萨的面团。哒哒。好。现在往披萨模具里先放入粉碎的黄色水宝宝后，咖喱超人有好好看着吗？在看着呢。接下来用红色来表现番茄酱吧。你在干嘛？这个为什么会掉下来？你去哪儿？完成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利用针筒将芝士铺满披萨的
芝士放进针筒里后。我能不能玩一玩啊？你可以吗？我来试试。我先给你示范一下。好的。这样。哦，好顺畅啊。给。一二三，退。一。哇，就是，哦，你挤到哪里去了，吉尼？知道了。一二三，退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都挤一下，对，继续继续，这可是芝士披萨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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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已经用完了，还没有用完，这里还有这个，哦，太好了，给我多一点芝士，为什么要用掉在地上？不要说话，嘘，好啦，这一次吉尼来吧，好的，耶，yeah! 呜。看起来好好吃，好，现在把披萨从模具里拿出来，真正的芝士披萨，哒哒，我的天哪，看起来好好吃，能不能先尝一口啊？朋友们快看，做的是不是很棒，现在披萨和寿司这样全都制作完成啦，一起来尝尝看，哇，朋友们今天是不是做的很棒啊？接下来啊，面包，对不起，面包和咖喱超人一起尝尝金妮制作的食物吧，我们开动啦，耶，yeah! 那么金妮呢，先吃金枪鱼寿司，那我先吃鱼子军舰寿司吧，啊，我先开动啦，我开动啦，真的超级好吃啊，接下来金妮呢，真好吃，就来尝尝披萨啦，因为披萨只有一块，所以要公平的各自吃一半吧，好的好的，很好，好的，像这样，不，那这样，没错，这样呢，不是这样，没错，知道了，哎，你别搞小动作，我看着呢，你要准确的分成一半，哦，这个角度不对的好啦，很好很好，朋友们快看，里面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，哒哒，芝士披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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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块是你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剩下的就是给你的，虽然没有咖喱有点可惜，但是我会好好品尝的，啊，哦，咖喱超人吃得好开心啊，你也知道吉尼的烹饪手艺真不错吧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啊，我肚子可是饱了，已经吃饱了，嗯，那剩下的谁吃呢，嗯，那我吃金枪鱼寿司，好的，嗯，那么这个你来吃，剩下的我来吃吧，好的，最后是金枪鱼寿司，啊，哇，好吃啊，哎呀，肚子好饱，全部吃掉了，真的好好吃啊，谢谢招待哦，今天呢，吉尼拿魔法厨师玩具套装来玩了一下，朋友们怎么样啊，看得开心吗，那么吉尼以后还会给朋友们带来更好玩的视频回来，拜拜。